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陈经理，哇，这个花是送给我的吗？你们搞得挺好啊。我们在直播呢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们想来就来啊。是这样吗？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是，又不是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开直播，你们在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来，你们正坐吧。哇，老板他们来了，帅哥姐们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家人们，晚上好。啊，你生日啊？嗯，我们也今天过生日。我说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怎么突然就过来了，陈经理？你们那边不是很忙？就是今天是我生日，其实我们能不过来吗？不过来，我估计这个酒庄都要给你们干倒闭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在做梦，老板？家人们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。是不是在做梦？我这束花就放在这里吧，你不要动。我不动，我动干什么嘛？我动一束花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挺好，太激动了。哇，这么多家人呢，不敢相信。你看，一夜之间我们就来到乐山了，对不对？哎呀妈呀，辛苦你们了啊！帅哥姐们，不会吧？陈经理也来了呀？我们又不是来找你们的，是不是？辛苦。我们是过来拿几瓶酒。是。嗯，对，我这，对对对。没事，你们。家人们，晚上好。不管是你们过来做什么的，我们都挺感动的。哇，帅哥姐们，这啥情况？真的，刚刚还有人说老板会给你们一个惊喜的，他们谁说的呀？谁说的给惊喜啊？没有惊喜啊，家人们，只有惊吓，没有惊喜。吓一吓你们，大老远过来。天哪！开了15个小时的车，15个小时，对。天哪，帅哥姐们。好累呀、啊。来坐休息吧，坐着。来，老板，你坐这里吧。老板坐，来，我来。这是谁的花？你坐那里。这个是那个、哎，这个我买来玩的，也不是谁的花。陈经理说他喜欢花，今天没有经理喜，就是心情格外的比较好，所以我就买了一束花玩一下。真的。因为我看见昨天晚上有人也买花了，所以我也跟着买一下。晚上好，家人。老板。坐吧。老板你不答应我，我叫他老板他都不应一声。我为啥要应一声呢？这么多家人们，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吧。没事，不用。哇，你们都走。来，上人，家人们，上人。我湖南来到这里了。姊妹俩，你站一下，我老板，我们两个给家人们打个招呼。你要打招呼吗？是，我要给家人们打一下招呼。家人们晚上好。要感谢陈经理啊，陈经理一口气干了15个小时，真的现在都很困，特别的困。家人们晚上好。哇，我们一夜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，突然之间又回到了乐山啊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自己回来，你非得跟回来，我不知道你跟着干啥。你行吗、啊、你能行吗？看你这个身体状况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让你自己回来了，你还能回湖南吗，老板？这也是一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假设你身体那么虚弱，我能放心吗？家人们，咱们打一波感谢陈经理啊！陈经理开了15个小时的车，不容易啊！我感觉我说我开一会儿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他不困，一口气就开了15个小时。哎呀，辛苦我们陈经理了啊！怎么感觉乐山还有点热？对呀、啊，是接到家人们有点激动吗？还有点热了吗？陈经理开了15个小时的车。来，喝口水。哦，谢，感谢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们真的突然间过来，我都。家人们晚上好，我受家人们的之托啊，昨天晚上连夜出发。家人们都应该现在觉得他们在做梦。把老板送到了乐山这边，家人们。我们是不是还在做梦，家人们？因为现在老板这个状况，身体家人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比较虚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怕他一个人回来，就不回湖南了。哎，你说上半句就行了，你还说什么下半句？所以呢啊，我也是有很多阿姨和姐姐们、家人们都有跟我发信息，让我安排这个事情。
因此呢，我就把老板连夜赶回，送到乐山这边了，家人们。然后开了一天一夜的车，确实是比较辛苦了。也现在也马上7000人了，来上人，家人们也特别上人上人，家人们上人上人，辛苦陈经理了，辛苦了。好像是在做梦。对，我也好像是在做梦，三个节目。因为老板现在身体，家人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，所以第一个让他自己回来，我也不放心，是吧？他的一个身体，他也开不了车。第二个呢，我怕他来到了就不想走了，所以呢，还是得送回来，啊，家人们。看到这么多家人们在啊，我心情我也不觉得疲惫了啊，一下子就是吧，开心了。我都说了，陈经理是我的左膀右臂，那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陈经理是好样的。因为我在直播间也跟家人们承诺过，是吧？看我后续怎么做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的一切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说到我就能做到。来，咱们直播间7000-7000-8000人，来把赞点到100万。今天晚上是不是一个开心的日子？来，咱们把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辛苦了一天一夜，还是有杯开水喝。我觉得瞬间暖起来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把赞点到100万，行不行？今天晚上咱们是一个开心的日子，咱们把赞点到100万，所有家人们一起全体起立。全体点赞，说错了，全体起立，说错了，紧张，说错了。陈经理，来，咱们把赞点到100万。我感觉老板穿着这个衣服好漂亮呀，真是好帅啊。要不要我把这个衣服送给你吗？我瞬间来到四川，我感觉还有点热。对，这边有点热啊，这边真的。对，这边是有点热。来，咱们双倍点赞开始了，咱们把赞点直接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，你这个衣服谁买的？挺适合你的。这是我自己买的呀，好适合你。激动了，这个衣服买了。家人们激不激动？好好看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内心也是很激动的，啊，家人们，也是很激动的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还是在做梦。咱们7000多人一口气把赞点到，因为你们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？今天晚上都是在湖南的，50万了。今天怎么突然间在这里了？怎么突然间就在这里了？能不回来吗？我问你，是帅哥节目、啊，我们是在做梦吗？你掐一下自己是不是做梦？我感觉也像是在做梦。对啊，我相信应该很多苏三妹他们好像在做梦一样。谢谢。开不开心，帅哥节目？我感觉。突然间这样子，感动了，对，太感动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一场娃子节又幸福了，是下一个节吗？又有人给他买花，又有人从大老远，这不是陈经理给你买的吗？陈经理他说他不是给我买的，好开心，突然间。哎呀！咋了？没有。你让家人们看着你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就是有点，哎，看着你吧。有点缓不过来是吧？缓不过来。你就啥缓不过来了？就是。啊，家人们。这么一下子出现在你面前，是不是难以接受？惊喜，像假的一样，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、啊？说了那还叫惊喜吗？对不对？都吓到了，刚刚有一会儿是我都还没有缓过来，我现在缓过来。你看老板，妹妹懂事了。老板他带着，是吧？还带着病。对。我这感冒会不会把你传染了？本来就是你给他传染的。我来的时候路上，我说我歇一会儿，他都不让我歇，嗯，叫我开快一点，又不是限速的话，我们还更早一点就到了。对，我太感动了，帅哥节目。我们在服务区休息了2个小时，不然的话会早一点到，
实在太累了，在服务区休息了两小时。开心，对，辛苦你们了哦。惊喜，来，咱们把赞点到200万，今天晚上咱们把赞点到200万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8000多人把赞点到200万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刚刚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都问我，他们说阿子你，我们要过年了，都给我们一点三点8+1这样子说，然后我还说老板还没有来，我也不会搞这样说呢。来，咱们把赞点到200万，咱们家的凝聚力。太感动了，对，你们都感动了是吧？开心就好啊，家人们，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。那能让家人们失望吗？是不是？那肯定不能让家人们失望呀，对不对？关键时候永远不会掉链子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关键时候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，对不？来，咱们把赞点到2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150万了，来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点到200万，点到200万，先点到200万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好样的，那不能让家人们失望呀，对不对？虽然现在还有点那个什么，但是没事，没问题。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帅哥睫毛。对，双倍点赞点出来了，想让家人们开心。没事，家人们，咱们是宽宏大量，咱们是有胸襟、有格局的人，就让黑粉在那儿看着吧。点赞，家人们说点赞都点得很开心。是不是，家人们？点赞都点得很开心，开心就对了。那花是谁的？那花是肯定是有主人的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花肯定会有主人的，对不对？花的出现就是为了它的主人而出现的，对不对？来，200万了。感谢家人们，你看一夜之间我就出现在这里了，家人们，一夜之间我就出现在这里了，已经200万了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没点阿紫点关注的，咱们把关注点上，谢谢关注，谢谢，然后我们打一波正能量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陈经理功不可没，他开了15个小时的车。我说我开一会儿，他说不行，他说老板你生病了，你还在发着烧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说他多开会儿没事儿。我负责开车，阿子你们两个。陈经理是很给力的，没有白栽培，没有白去打造他啊。陈经理很给力的，家人们。谢谢老板的认可。开始表演，表演什么？家人们，开始表演什么？把花送给主人。对，陈经理很给力，家人们，陈经理特别给力。你们说谁要来呀？家人们，我看看。阿伟要来，是吗？我去看一下呢。你先播一下，我去看一下阿伟是不是要过来。他来哪里？他说要来酒庄啊。他来酒庄吗？来酒庄干嘛？买酒啊。但是你们不要告诉那个易老板啊，不要跟他说我去找他了。他要过来。不要跟他说我去找他了，我怕他等一下，对吧？他知道我去找他了，他就走掉了，知道吗？他真的要过来。他要过来吗，家人们？怕不怕？咱不怕他。咱不怕他啊，家人们，他来了请他喝酒。他怎么知道你会过来了？他肯定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呀，怎么知道？你这高兴坏了吧，我在直播间出现这么久了，怕啥？我对吧，我跟大家承诺，我来了必须要。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现在呢？怕他吗？我
咱怕他吗？咱不怕啊，有本事他就来，咱们在这儿等着他。咱是判过的人吗？没事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来，家人们咱们打一波正能量。对，打正能量，帅哥，我们不要打别的，打一正能量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咱们是开心的日子，打一波正能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昨天晚上我是不是说话说到伤到他了？家人们说你干得漂亮。没事，我看他能干啥？看看他跟个小丑一样，看他干啥？试试家人们，咱们9000人了，家人们。不担心，家人们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家人们不要担心，我在这儿，对不对？不要担心。来，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，往群里面分享分享，咱们突破10000人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，好久没有看到10000人了，家人们，咱们把直播间突破10000人，行不行？先送花，那不是我的花，家人们。曾经你的花，帅哥姐们。那曾经你的花，家人们，曾经你的，不怕，家人们不怕，不怕，不怕就是不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曾经你在。今天多么开心，对不对？今天多开心。我买给老板的。你看今天多开心。他今天开心吗？我买一束花给他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我也昨天晚上也跟阿伟哥说了，不知道，但是他今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我说我付出了100个 W，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确实付出了我的精力，确实付出了我的青春，对吧？我那时候你们知道我晒的跟那个非洲人一样黑，你们不清楚吗？对不对？本身就黑，晒的跟非洲人一样黑，去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包括我，包括为了阿紫跟那个什么阿川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你们觉得？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这他能来，等他，咱们等他，看他能来干啥。我看他能来干啥，家人们，看他能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。爱怎么能